回酒店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同事昨天晚上已经被那个救上来了，在五号线上救上来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同事就是叫周德强的，一直都没联系上。我们去附近的医院、附近的救助站都没有找到。然后呢，现在那个十二个那个名单里面也没有他。他是在五号线哪一个地方？您知道吗？您确定吗？不知道，不确定。我们去了九院，省人民医院，找了，然后说的是没有他那个登记。我现在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在五号线上，还是已经下车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确认。我不知道他最后给我发信息，他人到底是在哪，我只知道他坐五号线，差不多就是四点多，四点的车。前面走，然后路上都是水，然后就出去，但是在地铁里面就很安全，应该就不是在车厢里面，应该是在地铁站里面。车站的人员全部都已经撤离出来了，包括被困的乘客也都撤离出来了，没有一个说现在还在车站的，都被转移出来了，搜寻什么，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。